在刚才也是荣誉主委了哈、哦。我们教育处对于这个让小孩子练身体，而且我看了他们要比赛的项目哈、哦，而且还蛮多的哈、哦。我想这个发扬武术哈、哦，可以不但可以让小孩子强身，当然更重要的希望他们培养出这个武术的精神哈、哦，这个胜不骄，败不馁，然后团队的合作，我想这个都很重要，让我们的小朋友哈、哦，养成运动的好习惯。我相信会身体更健康，他更强壮，也是将来国家的栋梁。将来我们要让他好好练一练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